Hello， 米娜桑，我是 Pedia。我们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 Minecraft 游戏地图，这叫做 Unfair Never。这个再度由 Neko 的 Pro 做出来的二等地图，对，很明显我想自虐了，你们猜的没错，我就是想自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为了取悦你们吧，I don't know。反正这座地图也是 Neko 的 Pro 做出来的。Open the chest。可是不能开啊。哦 no， 这次直接走可以吗？所以说这里不能走，可是这箱子不能开啊。还说底下有箱中箱？没有啊，这没有箱中箱。让我过去。这些音效都不是我加的，这个箱子是真的锁上了，你看啊，我看一下，如果我直接冲过去，好 ，parkour， 哇，吓我一跳，那可以踩吗？哦，刚刚怎样？绕，我站在这上面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会一直往下掉。哦 ，Oh my God! Can I survive? I guess no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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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然后就是要我要爬楼梯吗？不能爬。再跳到那上面，嘿，嘿，好，往这里跳过去，然后这里我可以上去吗？不行，我要想办法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卡这么久啊？这地图难道很短吗？我觉得这地图应该不会很短吧？这个地方怎么跳啊？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？我现在要干嘛 ？What else can I do now？ 现在要干嘛？Good。Do you like this man？ Yes。Don't lie。I really like this man。Why don't you trust me？ 起飞啊！为什么刚刚没起飞？Oh my god， 没成功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就是你要先看好我的操作，先跳过来嘛，然后跳到这上面有一个 levitation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下去，干！太高了啦！会死吗？不会死吗？死了！有没有比较高的立足点可以让我站啊？在第二次燃烧的时候，我会起飞，是吗？第二次燃烧的时候，所以我在第二次燃烧的时候掉下去。We actually made it! Oh my god! I don't even care about that shit. Spawn point everyone.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I love you. 我这次按不喜欢。I don't like you. The fuck you! 如果说不是那两个东西的话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音效是塞尔达传说还是什么吗？谢谢大家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个戳 ，yes， 所以我先要蹲在这边，然后走过来。哎，不能吗？ダメですか？还是说要从另外一边？啊！所以说我那一条路还不能走。所以说这里还不能先走就对了，
所以我要先走这里吗？都不能走，那我要走哪里啊？怎么办？又卡关了。嘿，这整段路我都不能跳，然后这里会被这个东西卡到，所以说我不能过去。还是说，有可能吗？一二三四，四格远，半格高。啊！还是我要去地狱？我要去地狱吗？去看看吧。What? What? 哦，他挂了吗？哦，没有。Low。我怎么这次就没事了？然后这是怎样 ？Test my luck。我那个地方我绝对是不可能跑着回来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我一走回去的话，它就会地板就会陷掉。对，我想一下，我继续走这一条。我看一下，我没有那个地方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？哎呦喂，可以，可以走进来。然后嘞 ，test your luck， 可是我不能开啊。还是说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跳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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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还是说这样？啊对，不是不是，喂！谢谢大家。我看一下哦，从这里跳上来的话，我看一下这个关起来，我可以跳上来吗？可以耶！啊，跳上来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他让我们以为要跳这一格，不是，我要跳到这一格看看。还是不能过去。嘿，然后嘞 ，What else can I do？ 让你妈逼啊！还是说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我如果按了以后就跑嘞，跑哦，跑不掉哦。我那一边有这一个半格之高。所以我可以有机会可以直接从这里这样跳过去，跳回去是没问题的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拿到这个东西以后逃不逃得掉？逃掉。刚刚那一瞬间，我还在思考我有没有拿到那个中介之眼，但是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就直接逃跑吧。我就不管有没有拿到，我就是直接跑。Oh my god！ 追出来了 ！Holy Jesus！ Jesus！Jesus Christ! Stop! 啊！哎，还追到永无止境呢！我靠！这样子，对 ！Oh my god！ 啊！跑！跑！我想说，他那里是个陷阱，大家啵一下，啵你老师啦！我操！好吧，不是这样玩，我，好吧，不是这样玩。OK， 看起来不是这样玩啊。如果这样玩的话，他到那边应该就不要再追我了，好吧？看来我们还是要到后面去看看。Oh my god！ 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是合理来说啦，我应该是爬到这上面去，然后再跳过去的。可是没办法啊，我要怎么做才能爬到这上面？我要怎么做才能跳上去？跳进这里面吗？有可能是这样子吗？这里是顶着哎。对啊，这里是顶着哎，没办法啊。嘿，到这里，然后从这里跳过来，然后我看看，嘿。哎，我成功了！谢谢大家。
我来看看这个。Holy Jesus！ 这是什么 ？Look up！ 然后，这里跳不过去，所以我要跳这里。然后，我跳这里，我跳这里。这里没有一个我跳得上去啊！他绝对，这个我绝对跳不上去。这是半砖，我还没有到它的高度，所以我跳不过，跳不过。所以我是直接跳过去吗？有可能吗？因为那个绝对跳不上去，我敢跟你们挂20万个保证，那绝对跳不上去。那个位置实在太可怕，哦，吓死我！还说这侧边是没有钉的，没有屏障方块，有啊，有屏障方块啊，这个地方没有，没错，我的猜测，我的推测是没错的。应该就是要跳那边没错，可是至于要怎么跳吗？那地方是可能的吗？九王龙队这样跳，然后跳过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，我在干嘛？为什么漂浮式？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没事。这样怎么走？我要这样飘过去吗？有可能吗？飘得过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飘过去，所以我这样子起飞。我看一下，如果我按住 Shift， 那谁？那谁？都是的。哦，它有一条路。可是，它一条路，可是到这里就没了。到哪一个？这一个？就我在这里就要跳过去吗？跳不过去啊。还是说我没有到那个位置？还说是因为我没到那个位置就跳了，然后所以才会失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要放一个半线，这告诉我们到这里就要跳吗 ？Oh my god! I actually made it! God, st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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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. OK, Monster Hunter. 有一个 key， 然后我要怎么回去？哦， stop that. 所以我要从这里跳回去吗？有可能吗？这里还是没有。我怎么那么多？怎么那么多？是我站在这里就会这样子吗？所以我赶快回去吗？然后那个一楼应该是不能走的，因为我走那个一楼，它是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。好，那一楼是有问题的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应该是要去楼上的地方。然后我想到这个应该有帮助，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OK， 这些方块没有问题。Oh my god，yes。然后我这里要怎么跳？我可以跳到最顶端吗？Are you even for real? Are you? 忍耐，忍耐，忍耐啊 ，PD 啊，忍耐啊 ，PD 啊，我们必须忍耐，你说是吧？所以那最顶上是可以跳过去的，然后我要从这个地方跳过去。哦，谢谢大家，一次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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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Eye of Ender。可以放在 Ender Portal 上，好，这样子会有事吗？没事 ，OK，pretty good job so far。然后这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因为中介传送门不会突出这一块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去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应该算是不错吧？这边是跑酷吗？看起来是。那红色方块有问题吧？等一下，我先仔细搜查完四周以后，我再……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没有屏障的吗？没有屏障那这样的话，我还跟他扯什么东西？我们直接出去就好了。嘿，红色方块骗不到我吧？哈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
那边有一个中介祭坛，刚好看到，可是刚刚没办法过去。它有一个，它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地狱栅栏，地狱石栅栏。对，那现在要怎么过去呢？我看一下，这样子 ，OK。这次是真的 Never Portal。Are you even for real? God, God！ 我成功哎！我以为刚刚又失败了，我刚我成功了 ，I just made it。Claim my life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游戏影片的话，记得右手边有我们更多的麦块游戏影片，是 Super Smash Mode 的一个 Montage， 左手边呢是我的订阅，拜托订阅一下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你应该去看了，所以拜拜。